春妖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我出生以来过得最最开心的一天。仙人与寒潭神女相恋，指望川失手，百妖逃窜，天地震怒，贬仙人为妖，神女为人，永世不得相见。若违天命，不得善终，人亦或影，唯留其一。寒生，寒生，春妖。你若敢伤他半分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君上，若我没有看错，寒生姑娘气血流失太剧，此症应当是与灵魄护士之人牵涉太多所致。你可有办法？此乃天意，并非寻常药石所能医治。除非强行逆转命运。可是常言道，天命难违，自古以来还未曾听说过能成功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